节奏。没有，我是抢半拍的。当天火炽热，瞬间。我们这一次的歌有一个最后有一个音比较高，然后因为这个事情呢，我必须要唱这个音，所以我就每一次唱的时候我都得练。每次唱的时候我都得唱，大家在排的时候基本上唱那个音我都会唱的，目的就是我希望把这个音我能够就是唱好，最后呢会形成一个就是我现在开口那个音很容易就到了，最后那个最后一句，所以我各位你最好也是把手举起来唱，对，就变成整体性。喂，对，最古有何可懂。喂，我有一点点担心是我用力的时候我习惯是右手拿麦，那你就左手，反正你就举手就好了。反正我举手，对，举手就对。Okay, 好，因为大家都举手，就是你就交管。OK， 怪怪的啊。对，好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你跳舞的时候，我有观察你，就你跳舞的时候尽量不要眼睛往上飘，就是就想动作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还是要盯前方。